边撞人了。刚刚分明看到的是狼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还有狼嚎呢。他还有气，带回去给我哥看看。想必几位已经知道这个畜生的来历，几百年来我们猎户村从未见过这等似人似狼的怪物，几位堂主该如何处置是好啊？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，杀了最好。那你们三位的意思呢？这贸然处死怕是不妥。有何不妥？就冲这畜生今日差点伤了刘翁的性命，按照族规应当处死。族长，他是我带到村子里来的，算是我的猎物，你们就这样决定他的生死，未免不太妥当吧。他是人怎么能算猎物呢？既然他是人，那你又何必说他非我们族类？难不成我们不是人？就算他是个人，按照族规，凡是伤我族人性命者当以死罪论处。对，没错。族长，按照族规，就算是必死之人也有一条活路可走吧。没错，死罪者只要能破四堂堂主的四兽阵便可活命。天能把一个野小子调教到破四兽阵，哼，太天真了。你们信不信现在解开神爪第一个咬的就是月心，而且就凭他想破四兽阵。万物皆有灵性，想要狼明白你的意思，不能单靠嘴巴，得用心。不要害怕，我不会伤害你的，我只是想救你性命。这样的话会必死无疑的。这样吧，我这个人呢不喜欢欠别人的，你咬我一口就当还那一箭之仇，从此以后你的生死与我毫无关系。你不咬我，那就说明你相信我。我们只有七天的时间了。
这小子十有八九是要去找狼群，他现在身上沾满了人的味道，怕是狼群又容不下他。糟了！站住！停下！别跑了！停下！你这样，我又欠了你一条命了。